这是两台测纯化水的检测设备，电脑滤仪和 pH 计。这是一台测韧性的设备，这是测刚性的设备。这是一台气密性检测仪，主要用于测穿刺器的气密性和阻气性。这是一台紫外风光光度计，主要用于测化学项目里的吸光度项目。上面是一液枪。